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双剑论股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。好嘞，这只是我双剑论股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。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，可以去我的 channel 里面按这个 Joy button 参加会员。这只呢也是今年的牛股，今天年头大概是在7毛多钱的时候就飙到现在差不多整接近2块钱呀，是非常牛。现在呢它的这个筹码呢已经由底部这边就已经往上移了呀，但是在中间这边还是有很多筹码，这边还是 OK 的呀。它现在股价呢小是说已经是站上去，这个筹码是形势是非常不错的呀。它前几天在这个52周新高时候退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刚刚好就在这些筹码这边呢就是顶上去了。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一个青色蜡烛，就是这个顶上去的意思，顶上去呀。而且它这个形，这个就说它这边有个支撑，还没有跌破，还算是安全的。如果你已经买的朋友呢，就这样子就守住。它星期五的时候就刚刚好碰到这个20天均线，就这个呀。所以如果星期一的时候它有能力再次站上去突破20天均线。个人认为呢，这个是一个买入信号啊，而且突破20天均线是买入信号。如果星期的时候收盘之前它站稳在20天均线上面，可以看到之前这个20天均线呢，这条，它你看它很多次都是在这边弹上去的呀。所以如果它真的是在20天均线弹上去突破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买入信号呀。止损就是放在这个POC 吧，双方 POC 大概是 1.75 左右呀。当然如果它站上去的时候就要挑战这个52周新高呀，如果它没有能力继续突破啊追来的话，这个时候也是要开始套利了。 OK，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哈兰的一些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谢谢大家。